有两只鹿在这儿，我们把这两只鹿拍一拍。我走近一点，看它会不会躲开。也没有躲开。我们散步到这儿，经常能碰到这两只鹿。很悠闲，一点都不怕人。哎，他还想过来。我如果有东西给他喂给他吃的话，他也许会过来。嗨，come on。嗨。好，跑掉了。这个生态小环境还不错，底下有个小溪流，有一片茂密的树林，所以它们时不时的就会出来。今天这边天气温度非常高，白天的时候超过100度。现在傍晚出来的话，也还是90度左右吧，啊，可能降到80度，我来看一眼。